在华夏幸福的战略输出已经成为人所皆知的事情，但他们阵中张成栋、任航、李洪德等国脚级球员的配置，再加上马斯切拉诺等球员，明显要比看上去仍然是中甲配置的身足要强太多。一个在前不为人知的名字，将在这场比赛之后被人所铭记，奥利塞尔纳斯。这名挪威国脚和另外一名外援后卫姆本格从法甲圣埃蒂安队加盟而来。虽然上赛季根本没进入球队大名单的梅本格只算他的交易天头，但塞尔纳斯的转会身价也只不过是1000万欧元，他的存在完全把身足提升到了另外一个档次。虽然只是一场比赛，但是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他是那种用脑踢球、球商特别之高的球员。塞尔纳斯每一次拿球都不会随意出球，而是会观察周边队友的跑位，然后将球尽可能的舒服地送到他们的脚下。用一个词来形容塞尔纳斯的踢球风格，那就是合理。身足本场比赛的三粒进球全部都有塞尔纳斯的参与，他个人打进两球，其中还有一粒技惊四座的任意球破门，普雷西亚多的得分同样得益于他的助攻。从记者个人的观赛感受来说，看塞尔纳斯踢球似乎有当初那种孔卡刚刚以大侠 MVP 身份登陆中超时的感觉，是那种真正举重若轻的大师级中场球员。而在孔卡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新人能够让人感到看他踢球能够成为一种享受。其实在来到中超之前，塞尔纳斯在法甲已经算是取得了成功。在过去的上半赛季法甲最佳阵容中，塞尔纳斯是和内马尔、姆巴佩一同入选，而在挪威国家队，塞尔纳斯也已经坐稳了主力。和孔卡登陆中超时的喧嚣在前相比，塞尔纳斯由于并未加盟豪门，因此也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但这也正好就成就了他手下的经验。塞尔纳斯赛后表示，这场胜利带来了完美开局，这应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之前我已经期待这一天很久了，这也是我代表深圳打进的第一粒进球，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一切都非常完美。我相信我们冬训的付出，大家训练都很刻苦，这是我们后面联赛取得良好发挥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记者朱小龙，作者朱小龙，与新华来源南方半月传媒集团南方交客互动。